等了又等，本地足总杯终于开锣啦！白衫嘅东方龙狮首圈迎战标准流浪，球迷隔住铁丝网到嚟打气，个波袋入网，你却在网外看。卢卡斯被判犯规在先，入波唔算数。球例唔容许球员违例，系咪时代选择咗你都好，行过推人点讲都唔啱。唔紧要，入波机会多的是，前线好拍档新早慢攻，峨眉于附近怒射挂网，开波十分钟为呢一场大屠杀揭开序幕。经历二月份的康城杯洗礼之后，球员更加挂住正规球场踢波的感觉，霸身面对逆境坚拒射波，但是就意外将个波撞咗入自己龙门，摆乌龙啊！若果好似某啲场地告示咁，只是比二打二，相信都难到艾华顿同卢卡斯，一个喂脚靓波，一个讨咗场劲我波，叫顺射翻近柱入，东方廿分钟三球遥遥领前。翻返嚟将军澳运动场比赛冇凉冲，无咗对方球员为标准流汗，厮杀不禁被厮杀，之兵角球盲眼位一作，32分钟帮流浪破蛋，但系陈浩伟两分钟之后就射脚靓波回京。呢位中华台北大哥走出季初低潮，继精英杯斗飞马之后，连续两场有波入，但系转个头，史提芬突破越位，逼到叶鸿辉犯下天条。史提芬12码自己搏返嚟自己射，阿辉就话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捉晒对方路。谢伟俊补射又炒咗略波底，东方半场 hit 住4-1。为咗预防交叉感染，东方继续安排冇入大军嘅球员留喺屋企睇直播，健康系无价。艾华顿喺对方守卫夹击下都揾到条啦，卢卡斯把握卢少奇护横，冷手执过热毡堆。足总杯关乎来年亚洲赛资格，东方可以讲是志在必得，力争相隔六年之后再度带领球队捧杯的迪高飞将军顶入，再次摧毁流浪的脆弱防线啦。后防压力大有目共睹，大家包容下啦。但系新早就话佢仲未收够丑噃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嗱，话晒八强要硬撼宿敌杰志，赢够皮之后收起前线三叉戟的艾华顿同埋卢卡斯都可以理解嘅。后备入替的王威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最佳位置，81分钟七个一皮，以为这个是最终比数吗？少年你太年轻了。史提芬尾段仲有力爆，推过艾华道之后，再趁叶鸿辉封关前起脚，个波慢流尾袋。队长梁振邦赛后当选今场最有价值球员，王威一挑一弹帮球队埋挤，东方龙狮最终以8-2血洗流浪晋身八强了。